有人吗？你是没地方住吗？不然呢？你有钱付房租吗？没有。没有？很意外吗？我或许现在很穷，我也没想过我这辈子会有身无分文的时候，可是我身上还有很多的无价之宝，比如说我的帅气，我的开朗，我的讲义气，这些都有。再见。等一下，你要是可怜我的话就大可不必了，就算我露宿街头，我也不愿意乞求任何人，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。真的吗？我还想天寒地冻的想收留你一下呢。收留你可以，但是从明天起，店里的大小事情你要跟我分摊。那当然没问题了，不过你说店里面的大小事情是指？